对，拉细胞，看哦，看看，拉开向左，打开，应该注意这个动作的方向，起跳的方向。最开心的时候是我学花样滑冰，觉得我是一只骄傲的小天鹅。我就想着能够让他有些跳的动作，再加强。我给他上，他说再练练，这两天练练蹲式旋转。累不累啊？累的，每天都有收获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安妮瓦尔科尔班，曾经呢也是一名花样滑冰运动员，已经退役很多年了。现在我的女儿也在学习花样滑冰。大家好，我是新疆的花样滑冰教练黄晨，我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公园滑冰场推广花样滑冰运动已经整整14个冬天了。我们新疆有很多的孩子特别适合花样滑冰。好，我要在更大的舞台上取得奖杯。